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品旁。我们今天来看一场业余球王徐小峰和退役省队张梦的一场热身赛。红系衣服的选手是徐小峰，曾参加过学士球王的乒乓球比赛，获得了华北球王的称号。而徐小峰的对手是张梦，也是有省队的一个训练经历。张梦以11-9先拿下了首局。徐小峰他是尝试过很多打法，有颗粒打法的长角右当面的直拍快攻。我们可以看到徐小峰的打法也是非常的灵活多变，讲究落点。徐小峰以11-6拿下了第三局。双方一个非常漂亮的夺榜回合相持球，每一榜球都是在斗智斗勇。张梦以11-8拿下了第四局。最后是张梦3-2赢下了比赛。